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Hank，欢迎回到我的教学。那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distinct 这个 operator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distinct 这个英文的解释。好，我们用 Google Translate 来看一下 distinct。哦，它分别代表意思是不同哦，明显的。哦，那有用过 SQL 的朋友也知道，下一个 distinct 的话就可以取出独一无二的。好，那这个 operator 的用途呢，其实意思概念也是一样哦，它是将你 observable 里面的元素啊，取出独一无二的值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程式码。我这里有 observer 点 just，然后 create 产生了一个 observable，然后我里面的元素呢，分别是一二一一二三。好，那我用 distinct 呢，就可以将重复的值过滤掉。好，那我们来执行一下程式码。OK，那各位就可以看到说，它过滤掉就变成一二三哦，因为一跟二已经重复过了，所以它会把它们过滤掉。OK，那 distinct 呢，这边还有 RSJava 还有提供另外一种用法是，如果你今天你的元素想要根据某一个关键的 关键的条件来做你作为你筛选重复的一个。一个判断依据判断的话呢，你可以使用 RSJava 提供一个有一个 key selector 的参数哦，你输入进去呢，可以设定你的你认为的关键，然后来帮你做筛选的动作。好，那我们先将这个 function new 出来。好，那会看到这边有一个范型，然后它使用两个参数哦，那第一个呢是传入的参数是 integer 哦，就是我们这里传入的参数。好，那这个呢就是返回的参数。那返回参数呢，我这里想要用的是，也是 integer。好，好，这边我重新来一遍。然后这边也是 integer。好，那产生出了一个 function。那我这里呢？我想要把它判断说它是偶，是不是偶数，来决定我的重复的判断值。那我就是 integer，然后用一个 percent 符号哦，除以二。哦，那这边呢代表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这里有用一个图表来表示。好，那我们原本的元素呢是一二一一二三哦，就是我们这一行的表示我们的元素一二一一二三。好，那经过了中间这个 distinct 的这个关键的 operator，distinct 这个 operator，然后我过用了一个 key 来筛选我的条件，就会像这样子，我的条件是 integer，它除以二的余数，我要取这个余数，那取出来呢之后呢，会变成一零一一零一，就是我第一个元素一去除以二，它的余数是一。哦，那我第二个元素二除以二，它的元素是零。那第三个元素呢？一除以二，它的元素是一。好，以此类推，好，会得到这个结果。那得到这个结果之后呢？我做一个 distinct，筛选下来的话，只会有一跟零。那一一零一的话，这边就是过滤掉了。可是重点注意的是，哦，这虽然是我的筛选条件，这是我的筛选条件，并不是我实际上会射出的东西。我筛选条件是一跟零，但是实际射出呢是相对应的位置，所以这边过滤掉呢会剩下一零，那相对应的位置就是一二，那后面的这边都会过滤掉，所以我们用这个 operator 下来的话，只会得到一二。好，那我们回来看一下程式码，那这边就是一二一二三我的元素，那经过我这个觉得认为是关键的一个过滤的条件，哦，那我只过滤是不是偶数。好，那我们来执行一下程式码。OK，那各位就可以看到，哦，那这边就是产生一二。好，那 distinct 呢又有提 RSJava 还有另外一个，这个跟上面的 distinct 有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哦。那这个 from distinct until change，哦，意思是指说，它会帮你过滤你唯一的值，
但当发生你的值跟前面一个值是不一样的时候，它就不会再进行过滤了。好，那什么意思呢？好，我们直接看程式码。好，这个也很快就可以了解。我的元素呢是686688。好，那以上面的 distinct 呢过滤下来的话，就变成68，对吧？但是这个它这边说我的六哦，用了 until change 的话会变成六，然后八，然后六这里已经重复了，但是因为它发生值的改变哦，它变成是从八变回六，所以这个六还是会持续射出哦。那当下一笔又发生六的时候，上一笔也是六，那这一笔六呢就不会射出。那再射出八呢，这个又跟上一笔不一样了。虽然说之前元素已经有出现过，但是因为它发生改变，所以这个八还是会射出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程式码。好，我把这边改成 from distinct until change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结果。OK，那各位就可以看到说，它就会变成6868，因为呢，它这边中间呢是有发生改变的。好，那以上介绍两种 operator distinct 呢，都是在取出唯一值哦，但是分别会有一些状况，有一些不同啊。那各位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哦去做需要的 operator。好，那今天 distinct 就介绍到这边哦，我们下个章节见哦，拜拜。